这就是城里来的学生作家，不是作家，我是八中的学生。你们都知道山楂树本来是开白花的吧？但是这棵山楂树不一样，它的花色越变越红。这就是山楂树结的果子吧？真好看。我就知道你喜欢。 25岁以前谈恋爱，那我就等你到25岁。要是到了25岁也不行呢？那我就等你一辈子。 静秋正处在转正期，学校随时可能清退她的。你要真对她好，也不会在乎这一年两年不见面吧？我能等，无论等多久。 树下走去，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风吹乱青年旋弓和铁匠的头。